提供梁靖川已经搞不好。你做遐粪扫台啊，我呢一条一条拢给我挖出来，到时阵你就归个死。咱再看卖啊，谁会死在先？我的耐心已经让这背骨破了。既然你这样无钱，我嘛袂阁甲你当作后生的团队。从这么开始，随时待命，该退一下，一条都袂放下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个拜哦，暗时八点，天之娇女 PP 石墨烯塑崩裤，贞洁排法，唔就是应该清清气气，你想怎样我怎样拉上。别太低，现在财务长没事，你再给这辆拆掉，这辆不清楚，真正新闻上。你讲梁靖川已经搞破，等你到你来公司，因为梁靖川的访客名单里底有张艳红这个人。安尼讲起来，这次啊，张艳红会登来台湾，伊是要挺梁靖川的。我哪可能反背你？你赶快给我机会，所以我代替阮丈家给你说多谢。有一挂代志若经过啊，是我多个定来的。安尼敢真正要像我安尼，食老少要来后悔？伊讲是要等于方慧玲的身躯边啊。你做遐粪扫台啊，我会一条一条拢给我挖出来。到时阵你赶快你要归，而且你就归个死。咱再看卖啊，谁会死在先？恁讲无了解梁靖川这个人。是骷髅该家里，即马梁靖川我放出来，伊绝对袂放过骷髅，伊都会想办法救人，去内边个骷髅处理掉。你想要带伊逃离，敢唔免先问过我意思？伊总裁代理权当结束啊。所以你即马是想要讲话无说话？刚讲你才想要多出来帮两工，够我乖去哦。我明仔日红事，甲你家己爸爸无够话钱赚。拄只爸甲我认的迄个眼神，是我即世人头一个看到，真正就恐怖。这一切拢是你家己做得来的，我是安怎去看你？既然你真了无钱，安尼我嘛袂阁甲你当作好心的团队。陈博士，从今物开始，随时待命，等我通知。情梦扰乱痴情的眠梦，啊，海波。